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今年举行第16次常务委员会议，除了合议文化复兴运动再推进计划草案，庆祝开国60年中华文化复兴展览计划以外，并且讨论了国民礼仪范例中结婚宴、新娘和新郎的座次。中央常务委员胡建中等也在会中提出整理国具，并且改良国具许多象征的形式，使青年们乐于接受和欣赏，并且以现代化的方式推行伦理民主精神教育。